这是小学文化终极的目标，真实的目标，有生净土啊！这个心要念念放在心内，什么时阵求生净土？今仔日求生净土，唔能等明仔载，唔能等明年啊！你呀、啊，求生净土的心是真心。今天父母来接应你啊，我就说你要有一天的使命啊，你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，一年没来接应你啊，你一年就要帮助众生啊。我们念念是不忘着阿弥陀佛来接应啊，决定时阵到阿弥陀佛决定的来，一点都不会怀疑啊。功夫在哪位呢？下面讲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。甲注意讲，十大愿拢都是菩提心。也修学的目标，都是应对顶面尾后的这五字：清净、平等、觉。我用什么方法修清净比你觉呢？用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啊，遵修普贤大士之德，随修心地啊清净，无染污，无什么染污呢？无自私自利染污，无名闻利养的染污，无贪嗔痴慢的染污，无烦恼习气的染污，这叫清净心啊。也清净心，搁啊提升平等心，平等是无关家啊。哇，即句讲，嫉妒、傲慢、嗔恚，完全拢无咯。平等心现前啊，甲一切众生平等，甲诸佛如来平等，甲恶道众生也平等。为什么龙马是这发性变现出来？用心亲像一面镜同款，那现在用电视就是电视的屏幕同款，内面的色心搁较侪，搁较复杂，屏幕一丝毫都无亮着。所以屏幕甲咱视线呢，都是清净平等觉。咱的心爱甲病魔同款，啊！这个世间五花八门，拢伫咱的周围啊，一丝毫未念。这真功夫啊！唔是唔接触，接触你不念着啊！这都是诸佛菩萨的本事啊！啊，一向专念，这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。这个一向专念，